比较典型的老式泰拳的这种打法。对，看到刚才赵世杰教练在推开，立刻打。赵教练是我见到的唯一手配扩音喇叭的这个场边教练。开房选手两腿已经软了。是。左右的摆拳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上钩。漂亮，集约了，集约了，两个人同时出这个后手，对，不行了，开始慢镜头，棒，正好正中面门，是正中面门，就在那么一刹那，差之毫厘之间，廖鑫，精准的打击，比赛结果，红方胜，廖鑫获胜。